我还有楚正平，楚长官到。来吧，开枪吧。打完这一枪以后，你我就是患难与共的兄弟了。 楚长官，楚长官，长官，我对不起你啊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啊！卑职无能，请掌门制裁，我死而无怨，杀你一百回都换不回陈俊彦。后头我知道我命贱，亏得长官，我无脸活在这。 脑门上的伤口，只能是敌人给的，明白吗？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他罪该万死，他身为护卫队长，没有保护好陈长官，他罪该于死。那你为什么不置他于死地，只打伤他的肩膀？ 没打准，这么近的距离没打准，你老猴子百步穿杨的功夫可是千里挑一啊！哼，你们两个给我玩这个把戏，啊？合计好了。 想蒙混过关逃避军法处置，如果侯副官想要置于我死地，我恐怕活不到现在。刚才我们因为陈长官失踪的事情起了争执，我说我身为护卫队的队长，全部的责任是都在我，但是他。 他没有权利处置我。我说，我要等楚长官来，他就跟我急了，他要拔枪吓唬我，后来他们过来劝我，枪就走火了。 全军覆没！作为护卫队长，所有的责任都应由我萧少白一人承担。按军规，应就地正法，请长官处置。那你这一枪不就白挨了？我绝对不会让我萧少白的身体里有两颗子弹。
门上的弹孔只能是敌人给的。你们两个虽然都该死，但是作为军人，如果不是在战场上杀身成仁，就辱没了你们这身军装。现在战场就在这里，留着你们的命，戴罪立功。老猴子。 从现在起，你作为肖队长的副手，你们要精诚合作，尽快找到特使。是。福特君，把伤口处理一下。是。谢谢长官。去。情况怎么样？ 在坚持到找他吃的位置。 什么人？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？你不知道我是什么人，干嘛帮我？我们是猎人。猎人应该绑野兽才对。我们绑的就是野兽。哦，不对，你连野兽都不如。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呀？给我喝点水吗？给弄点水。 说，你来广西来干什么？你这是在审问吗？算是吧。在你没亮身份之前，我拒绝回答。共军西窜，急聚入前。 德林一部如能出柜，尽全力追剿，配合中央军歼灭之，此功在党国。贵部所需饷弹，中正不敢吝于，此派遣我作战部中校参谋陈俊言为特使，携追剿计划和电台密码入柜，望德林全身全情接洽。 长官，对不起，师部正在开会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苏总管好，苏总管请，其余人不得入内，请。在这儿等我。是是。
刚才是蒋委员长给李公、白公的亲笔手谕。下面再念白长官电令。是。白长官电令，应对蒋部，一不惧不迎，不卑不亢，固守防区，勿使轻动，望无不诸军谨记之。诸位都听明白了？明白，明白。湘江一战呢，我贵军是威名天下，共军那不过是丧家之犬，不足为虑。不过我们家隔壁另外有只狼，这只狼啊，既想剿共，又想占乡入桂，所以白长官的十六字方针是以不变应万变，就是既守桂，又却蒋，还防共，可谓一举三得之良策。哎，这个白长官的十六字方针是哪十六字啊？不惧不迎，不卑不亢，固守城区，勿使轻动。哎呦，楚参谋长，你这是？王师长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事情紧急，我等不及通报就擅自闯入，还望王师长多多见谅。哎呀，楚参谋长，你太客气了，里面请。好，齐州，你代我主持一下。白长官十六字方针的精神，得知道。啊，请，啊，请。楚参谋长，听我说啊，分析啊，白宫在没有见到特使转交的围剿计划和蒋委员长亲笔信之前，他当然无法安排行动了。到我这也是啊，没有上峰的命令，我是无法调兵遣将的。调兵遣将非同儿戏。王师长，我并没有要求你调兵出桂，我只是希望你派兵协助搜救，联络特使啊。那不都一样吗？他都是调兵遣将啊。我跟你说，没有上峰的命令，我真是无权调兵。你们那不是也一样吗？哦，你们中央军谁都可以调动部队啊？不能吧？要那样，你们成总司令那不成了光杆司令了？失踪的可是委座专程派来面见白长官的特使，而且这人可是丢在你44师的辖区之内。你王师长不能说没有一点责任吧？哎。话要这么说就没法说下去了，这人是你们护卫的哦，出事了屎盆子就扣在我们头上，不能这样吧？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件事儿还有另外一种议论和猜测。什么？说是猜测啊，这件事儿是你们内部故意造成的。什么？目的是要挟白宫听命于中央政府。这话从何说起嘛？既然你们贵军上至白宫，下至你王师长，都怀疑蒋委员长的诚意，那我楚正平也只好回去复命了。哎呀，楚参谋长，你误会了。我不是不帮你。白宫的十六字方针，想必刚才你已经听见了。我一部下，我能不贯彻执行吗？就像你，你不会不按照委员长的指示办事吧？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我现在把我的防区布成一铁桶阵，这就是对你最大的配合。你现在，无非就是把手伸下去，把鳖捉上来。多简单的事儿啊！我要小便。喊什么喊？我要小便。哎，松手！
你不解开，你不解开，我怎么小便？我说你就当一次普通生啊！我们伺候你，把那玩意儿掏出来！啊！哎哎，不行！哎哎，我不习惯，别动！我们还不习惯呢！小白狗子！ 势单力薄的张越林小分队陷入了重重追兵的围堵之中，能否顺利突围，再一次成为摆在张越林面前的生死抉择。这边有白骨子，共军在这里，是不是有人在喊？ 报告长官。 蒋家岭后山南面发现踪迹，这不离湘江越来越远了呀！这，共军不是不想往西突，是他突不过去，现在已经被我们围堵的没有一堵了，剩下的只是逃命。驾！ 共军在逃跑中，用手榴弹袭击了我们，有三个兄弟受伤，已追在前面士兵报告。共军好像十来个人，都有武器。你们看见他们飞越和抬着什么人？他们没有这么说，也可能是远看不清楚。十来个人，应该是共军的小股部队。肖队长，你看。 是行长，他们在杀我们的同志。退将！连长，我跟他们拼了，大不了跟白狗子同归于尽。
我们前面有枪声，前面是桂军三团的防区，他们不会跟共军交上火了吧？听枪声不像是交火，应该是排枪。那不会是我们追错方向了？他们往桂军的防区里面闯，那不早死吗？他们一直在找死。 走，快点！快点！走，快点！快点！小郑，不要怕，我们是去陪离去的战友。科长，我不是怕，我是恨，他们太残暴了，连孩子都不放过。钟大姐牺牲前，你跟他保证过的，当时真应该把孩子交给老乡。 许晴，放！少将，战友们，这东西静下来，最好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，红军万岁！别他妈喊了，想造反是吧？ 有点意思。听楚壮来说，共军的三四师几乎全军覆没，上千人被俘啊，连师长都被击毙了。王连长，走，你带人继续搜索，有什么线索立刻向我汇报。是，继续搜索下去。走，再去看看。 造反啊！我活剐了你们！哎，枪子多舒服啊！预备，肖队长，兄弟辛苦。哎，我们追击共军，路过桂军防地，来下来看看。肖队长这是想过瘾是吧？没问题呀，来，请长官随意。 把枪放下！不杀我们了。在战争中，胜者王侯败者寇。有时候，你们的枪口对着我们，有时候，我们的枪口对着你们。战争嘛，本来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游戏，其实很公平。 所以你们也不用抱憾。但是我一直有一个观点：人生来他就不是平等的。那些有价值的人，他就应该活下去，或者说呢，他就应该活得更久一点；而那些没有价值的人，他就应该被淘汰掉，或者说他就应该立马的死掉。 价值是衡量你们是否能活下去的唯一的标准。你们当中，谁是有价值的人？从我的观点来看啊，在战场上，我衡量一个人是否有价值，是依别他的军衔。 军衔越高的人，他价值越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官的总比当兵的知道的情报要多一些，所以当官的价值要比当兵的高。可是你看看，你看看你们现在穿的衣服，你们的衣服上面没有军衔，所以我根本判断不出来他们这里边啊哪个是长官，哪个是士兵。没办法，我只能跟你们玩一个游戏。这游戏的规则是这样的。 如果你认为自己有价值，如果你认为你有活下去的本钱，你就往前站一步；如果你不往前站，就说明你认为你自己没有价值，那你就得马上去死，啊！
很公平吧？你们到底是生是死，是由你们自己决定的。你们这边的人也可以参加啊，当然了，举报也是一种本钱，明白了吧？数十个数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现在规则变了，站出来一个可以活，两个，接着数，六、七、八。小三怎么了？现在规则又变了，如果站出来一个，可以活三个。数，九、十。有价值的人终于出现了，你说说你干嘛不早点出现呀？害得那么多人为你牺牲。你跟我说说，你有什么价值？中国红龙空军第八军团34师102团机要科科长。你叫什么？柯福明。这怀里抱的是什么呀？我看看。乖乖乖乖乖啊！不哭了，不哭，不哭了。你看来还真是把你们整窝都给端了。把这个人带走，其他的人已经没有价值了。带走。病的时候，我们抬着走。虽然行走艰难，但相对安全。现在他可以走了，眼睛能看到，耳朵也能听到了，困难也就大了。所以以后无论是休息还是行走，都要加强安全措施。对不起，刚才是我冲动了，我忘记了我们的任务，我下次不会了。我们34师是不是已经都那么多的战友被俘，还有家属？我看见
我看见科科长好像也在里面。这东西不趁手，没能尽兴的招待你。 特使现在在哪儿？有没有什么人接应？好，宁死不屈是吧？老猴子，把孩子抱过来。你看看，多可爱的小孩啊！哎，我记得有一句话说的是"虎毒不食子"。 天下任何一个父亲都不想看见自己的孩子受罪，对吧？你要干什么？哎，老猴子，你还没见识过我百步穿杨的功夫呢吧？嗯，好，你把这个孩子有多高，我扔多高，我保证一枪就可以打中他的脑袋。我信咱们两个可以打赌，咱们可以让这个柯福明给咱们作证啊！你是个疯子！ 你什么事儿？我找你有件急事儿。你坐下说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们刚刚从一个共军战俘的口中证实，特使陈俊彦的确是被共军的一个特派小队所劫持。哦，目前呢，我的部下已经咬住了这支劫持小队，正在全力阻拦他们西逃啊。这口供中还说，湘江西岸的共军要派队过江来接应，所以。 我请求你加强湘江一线的防御，坚决将共军的援军阻截在湘江西岸呢。王师长，你完全可以用没有白长官的手谕，你不能调兵遣将来拒绝我。但是固守江防可是你的分内之责呀。白长官的十六字方针里"固守防区，勿使轻动"还赫然在例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全力配合呀。 郑平老弟呀，你这后半截话搞得我的江防像是不堪一击呀！啊不，要是白长官在，非法办了我不可呀！哎呀，我告诉你，我的湘江防线固若金汤，共军想从我这儿过江，哼，痴人做梦！哎呀，共军已经计划于明天在石塘以东的30里坪铜山汇合，所以今晚。 他们的援军必定会拼死过江，如果我们这边稍有懈怠，让他们偷渡成功，一旦他们进入了山林，我们可就不好控制了。哎呀，朱老弟呀，你对我的江防还是不放心呐？你让我怎么跟你说才好呢？你真是……市长，要不这样，要不你去我江防督战？好啊，我找你正是此意。 够深的！哎，这雷营长他们怎么还没到啊？是，这雷营长干嘛非要回去带那个老解放啊？还说没他咱过不了江，有这么邪乎吗？教官，那个老解放原来是个炮兵，被目测，扔出去的土雷一炸一个，我亲眼看见。不过咱们也没炮啊，总不能还让人家扔土雷吧？谁说我没炮啊？哎，营长！哎，营长！雷营长！雷营长！ 你可来了！我还以为你又因为你妹妹被谭主任给扣下了，怎么可能呢？哟，
炮手也到了。哎，刘武龙，你可不能拉丁啊！我们队伍可不信这样。什么叫拉丁啊？是他死乞白赖非要跟着来的。你不能因为不喜欢人家就把人家退回去吧？再说了，人家再好歹也是投诚来的，这点坚决觉悟还是有的。是吗？他骗。他骗你是这个？说什么呢？哎，给你们介绍一个人啊，妹子。哎呀，这是我失散多年的亲妹妹，小妹子。我说，你怎么把你妹子也给带来了？嘿，没有我，你们就得在江里喂鱼。就是。什么？只有来个邪乎的，这感情没这俩人，咱是真过不了江了。这叫想尽一切办法，知道吗？我妹子跑马帮的时候，经常往来于湘江两岸，这一带的水况她最熟悉。我告诉你们啊，离这一公里的地方才是过江的最佳地点。转移，走。哎，你还在赖在这儿干什么呀？走啊！赶紧，快点。什么事儿也不都商量一下。多了，是过江的好地方。谢谢你啊，小妹子。江面是窄了，但敌人也不是傻子。越窄的地方，防守越严密。大侄子，在。跑不过去，告诉那边几个人，按我说的去做。是。哎，这是刘老虎。刘老虎。你轻点，没老没少。看好了，对面两个明面上的火力点，其实就是摆设，一定还有很多安保藏在草丛里。什么打算？告诉我一声啊，搞得神神秘秘的。熊大海，在。朝江对面搭几个电射。好嘞。盯好了。这一段防区我们有两个明堡，但在坡上和草丛里我们还修建了六个暗堡，对江面构成了强大的火力网，日夜严密监视，一旦有动静不用命令，所有火力万箭齐发。打起枪，凑凑热闹。五六个火力点都看清楚了吧？哎，看清楚了。这下就看你的了。啊！楚长官果然情报准确，看来今晚共军还真的来找麻烦了。会所有的暗堡都开火了吧？当然，全都开火了。我军反应迅速，这都是平时勤于操练的结果。我强大的火力网足以震慑西岸的共军，看他们还敢不敢过来找死啊！你糊涂，这是共军的火力侦察，你暴露了火力点，很容易被共军敲掉的。把这五六个火力点给你端掉了，
你不过江了。你废什么话？六个火力点，一发炮弹一个，全给我干掉。